天气渐渐转冷，但是社会上的温情却是愈来愈烧热。咱台湾政府跟台北市家庭爱心协会合作，发动了20多个民间社团跟爱心人士，共同举办了一场关怀弱势、爱心物资的捐赠活动。除了提供大批生活物资要来给弱势家庭以外，现场也安排义诊、贴灵等等的公益服务，要过来参加的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悠扬的国歌声，传送着满满的温情和关怀。漳州福利大楼内底，满满拢是各界共同捐赠出来的物资，有米、油、甲卫生纸等生活物品，嘛有一挂衫裤，拢一一分送予玻璃地区，总共200户的弱势家庭。希望伫这愈来愈寒天气中，对因带来一挂帮助。是由嘉颖慈善协会吼，还有我们县政府以及120个慈善单位一起合作来办理这个冬令的关怀救济活动哈，那今天邀请了大概200户的弱势关怀户哈，那现场有发放一些白米哈，还有一些生活物资。这场大型爱心物资捐赠活动是由南投县政府结合台北市嘉颖爱心协会共同举办，同时也召集了20几个爱心社团和善心人士共同参加。会场上也有义诊、贴灵等等公益服务。或者弱势民众拢感觉真担心，真感恩啦！安尼甲救苦救难吼，安尼啊，12万分的感恩安尼吼。啊，这物件对恁有帮助无？有啦，有啦，嘿，多生活吼，真多谢恁。安怎讲？啊，无，遐侪物件安尼啊，我拢用会着。是有帮助不？有，当然有。从第一个社团一直到现在，总共有25个社团的参与，已经由小爱变成大爱，我们也发挥了包装与营业的效果，帮助社会上更多没有引起政府关注的这些弱势的族群，比如说边缘户。所以这一点哦，是我们目前在做这一块里面，我们有重点有在这边。主办单位表示，这次关怀对象主要以社会边缘人为主，因为因无法度得到政府相关的社会福利救助，是更加需要社会给因关怀的弱势，嘛希望会当结合更加多社会爱心，扩大投入弱势族群的关怀行动。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